可惜，北京大学没有艺术系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来打扰蔡元培先生了。别忙，听我说。可是北大各种学术社团很多，比如画法研究会、音乐会、新文学研究会，还准备成立数理学会、雄辩会、进德会、体育会等等。我反对学生课余无所事事的游荡，也反对学生死读书。研究学理嘛，就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，课余多开展一些丰富有益的活动。是，这种办学模式还真是前所未有啊。这也是北大整顿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。画法研究会还是我发起的呢，陈师曾是那里的导师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到画法研究会做导师，怎么样？我当然求之不得。好，希望你们督导学生以科学的精神关注于绘画研究。过去中国人的画，不是文人名士的任意涂抹，就是工匠技师的刻意模仿。你们要把科学的方法引入美术。美固然是由于天才，术则必须依靠练习。你当然懂得，画有雅俗之分，雅者就是志趣高尚、胸襟洒脱、落笔不凡。即使随意涂抹，也区别于那些庸俗的画匠。蔡校长对绘画见解深刻啊。我在留学德国的时候，就对美术很有兴趣。啊，当然，在你面前，我只能算是门外汉。哪里哪里哪里，蔡校长，听了您的介绍，对画法研究会，我真是非常向往。可是，我只能告辞了，谢谢您。徐建，你对这项工作没兴趣？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恐怕难以胜任。南海先生大力举荐你，我也了解了你的水准，没有问题啊。我北大的学生社团，您看得很重，期望很高，这也是您教育改革的组成部分。我真的不行。你不会因为这不是北大的正式教职而拒绝吧？当然不是，蔡校长，我没有学历，从小在农村跟父亲学画，后来也是自学。可你画得很好啊，你自学成才的榜样，更是对同学们的一种激励嘛。可是，我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，行吗？一切理论来自实践。你把你绘画的心得告诉他们，就是最好的理论。面对北大的学生，能服众吗？许多学生，各方面的学识都比我强，但是在绘画方面，你的才能、见解和技巧远胜于他们，这就够了。蔡校长，他们会不会刁难我呀？为什么刁难呢？你给予他们美的启迪和乐趣，他们只会感谢你，敬重你。不过，我倒是要声明一点，待遇不算高，月薪50元。没问题。在北大，能跟青年学子们切磋艺术，这是难得的享受，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进修机会。北虎，我对你寄予厚望，因为我主张以美育代宗教。以美育代宗教？对，我认为由于刺激感情的原因，无论什么宗教都是扩张己教，攻击异教。为了避免刺激感情之弊而专上陶冶感情之术，则不如舍宗教
而带着你纯粹的美誉。我举个例子，食物入我口中，不能兼饱他人之腹；衣服穿在我身，不能兼供他人之暖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非普遍性，而美就不然。比如，相隔千里的明月，人人可以欣赏，而我与人都不能据为私有。所以说，美以它普遍性的缘故，不再有人我的关系，也就不能有利害关系。德国哲学家康德说，美是那不凭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。我提倡美育，就是要陶冶人们的性情，使他们具有高尚纯洁的情操，从而消阻人我之见，损人利己之念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。北鸿，画法研究会在美育中的地位你就可想而知了。你的工作是我教育思想重要的一环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。猜我今天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我带着学生们上故宫博物院，看到了徐渭的《磨葡萄图》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清宫里的藏画多了。康先生跟我提到过这画，果然神品呐、啊！泼墨点染出错落的藤条跟透明的葡萄，不求形似，神韵自在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徐渭果真是大家呀！今天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还不是像往常一样洗衣服做饭，计算着怎么节省每一个铜板，填饱肚子。喏，这是我们最后的粮食，明天就要挨饿了。嘿，说的这么惨，我不是每月还有50元的薪水呢吗？50元。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钱？你看，50元倒是不假，可是扣除你搭发的交通费，还有你周济穷学生的钱，每个月的钱都花得光光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自己就是穷人。我看，你还是把这个镯子给当了吧。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呀。是啊，可是如果不当镯子，真的挨不到发薪水了。我不去当。你不是说在上海失业的时候，你去当过衣服吗？哦，一个大男人拿着自己太太手镯去当铺，你让人怎么说呀？不去。那倒也是。可是不当镯子，那又当什么呢？当你那些字画，你又舍不得。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我看你还是去吧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就没有进过当铺，求你了。要不然，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。我原来想，你的薪水虽然不多，可是只要省着点花，还能攒些钱，为我们出洋留学置两件皮大衣，现在可倒好。我们的四季衣服已经足够了，再说巴黎也不比北平冷。冷不冷的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这些都是些没有影的废话了。我看你明天还是去当铺吧。这事儿以后再说，先说眼下的。陈世增今年请我们到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去看戏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也赶快收拾收拾。前几天刚看了戏，怎么又去看戏啊？今天是天女散花，
是梅兰芳根据佛经故事重新创作的剧目。我又不信佛，说是载歌载舞啊，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不看，我没这么大的瘾。北平戏园子男女分座，男的在楼下，女的在楼上。上次跟你去看陈砚秋的戏，散了场，怎么也找不到你。我只有自己雇洋车回家，真怕遇到什么坏人，一路上心都揪着。与其这么担惊受怕的，还不如在家里待着。再说，天天看戏你烦不烦呢？我给你等门，一等就是大半夜。飞鸿，我看你也别去了。实在对不起，今天是梅兰芳先生的戏，我非去不可。哟，想不到才几天，你就成了梅党了。梅兰芳是我刚刚结识的朋友，他不仅戏唱得好，而且作诗画画都非常有天分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过就是个戏子，正人君子谁跟戏子来往啊？尤其是男旦，扭扭捏捏的一副娘娘腔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呀，就是老脑筋。哦，明清两代法律，凡唱戏的子弟，不仅不准当官，而且三辈子不准下考场。现在早已经是民国了。再者说，梅兰芳先生品行高尚，很多大学者，你比如说蔡元培先生、李时曾先生，那跟他都是好朋友。哎，去还是不去啊？不去。陈师曾请吃饭，那也不去。那你吃什么呀？不是还有两捧米吗？煮点稀饭，还有些剩菜，也就对付了。哎，你在那里是谈笑皆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可是家里呢，都快断对儿了，连借钱都不好意思找人家去借，好歹是北大的老师。怎么张得出这个口？日子怎么过成这样？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吧。我快去了。戏要尽量早回来，明天你们画法研究会不是一早就要上课吗？早点回来。哎，吓我一跳！又是三更半夜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天女散花太值得看了，吉祥园爆满呐，加了多少凳子呀？过道的人都过不去了，很多观众啊都站着看，叫好声不断，快把这房顶都给挑起来了，啊，很多人的嗓子都给喊哑了。吉祥园的老板恳求梅兰芳加演三场。明天晚上还要去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你还去看？疯了！梅兰芳请求我给他画一幅天女散花图，我要反复的看。我可没你这么高雅，还是先顾住嘴吧。起来睡觉。徐太太，你好，您这是？哦，我随便转转。哦，您也到这儿来买东西啊？对呀，想买块衣料。哦，那我去买点酱菜，咱们回头见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回见啊。哎。
太太，哎呦，您还没买衣料啊？没有呢。您瞅瞅我，酱豆腐、糖蒜全都买齐了。哦，我跟您说呀，这儿我比您熟，要不是我陪您转转。哦，不用了，您别客气，您先忙您的吧。哎呦，我没事儿，我陪您买完衣料，回头再做午饭也不迟。不用了，我除了衣料，还要买好多零碎，挺费时间的。您先忙您的吧。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哎。徐先生，您画的比我演的好啊。哪里呀，首先是您演的风流曼妙啊。您看这脸部是用西洋画法，身子跟风带运用中国笔墨，哎呀，简直太新颖了。您的演出才是创新之作，尤其是舞蹈，表现天女在天空中御风而行，把水袖变成了风带，双手舞动1丈6尺长的彩绸啊，似车轮，似波浪，真是妙不可言呢。这也是文戏武唱啊。天女散花里边没有武打呀，演的时候身上的劲头跟唱武戏是一样的。这怎么讲？比如说空手舞绸带子的功夫，在整个手臂和两个手腕上还要配合鹞子翻身、跨虎等等武戏身段，这样呢才能使风带随身体上下旋转，翻花飞舞。真是传世之作呀！要说这传世之作呀，我的戏可比不了您画的这幅画啊。后人看不到我的表演，只能通过您的妙笔去揣摩了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太谢谢您了，请笑纳。这是干什么？你我是道义之交，虽然相识不久，但是却是艺术上的知音呢。那当然，我知道您的画是用钱买不来的，可我对您真是无以回报啊。能多欣赏您的艺术，就是我最大的报偿。您不是要出国留学吗？花费一定很大。就算一个朋友的一点心意吧。谢谢你，我已经争取到了官费留学名额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谢谢，我还要到教育部办事，告辞。您太见外了。这幅画，是我对你艺术表示的敬意，告辞。你看，手怎么了？腕子上。哎，前两天你不是把它当了吗？我赎回来了。我还没到发薪水的日子。除了薪水，我们就没有别的活钱了。我们哪有什么活钱？没想到你的手就是摇钱树。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吧，下午梅兰芳先生亲自来了，送了一大笔钱，说是给你画画的润资。你收下了？当然收下了，这是你的创作所得嘛。他人彬彬有礼，斯文大方，没想到这么仗义爽气。那是我送给梅兰芳先生的纪念品。那也是你花了几天功夫苦心经营出来的嘛。我当时是拒绝收钱，但你倒好，拿来就花了。不花还等着你去周济哪个穷学生啊。哎，今天我不做晚饭了，我们下馆子去吃烤鸭。到了北平我们还没有吃过呢，听说有挂炉的还有焖炉的，你是哪一种？今天真痛快。痛，还有不痛快的事儿？
飞鸿，你今天不痛快吗？不痛快。怎么了？我和傅增湘从这儿吵起来了。你和傅先生争吵？为什么呀？他不是答应我赴欧洲官费留学吗？是啊。现在欧战已经结束了，赴欧洲留学已经开始了，可教育部派遣的赴欧洲留学的学生只有朱家华跟刘半农，根本就没有我。不可能，这是傅先生亲口答应的，他很夸奖你的话啊。所以我说他言而无信吗？什么？你真的这样说他？啊，坏了坏了，你太莽撞了，这次官费留学名单上没有你，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。你应该先把情况摸清楚，然后再设法打通关节才是。你怎么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乱说一通呢？像傅先生这么高的官，你这样指责他，他就是再欣赏你的才华也不肯替你办事了。当初康先生是怎么嘱咐你的？要你对副总长格外恭敬，格外恭敬。可是你呢？说现在关系闹得这么僵，你说谁还能替我转换一下？有谁还肯替你说话呀？康先生远在上海，就是想帮你也鞭长莫及呀。这下子看你怎么去欧洲留学吧。求人的事情好话说尽还不一定办得成呢，你还去骂人家。所以我说他失言吗？是他失言，那你再接着去骂呀，骂就骂出官费留学呀。费了多少劲，康先生亲自写信推荐，再加上你的能力，好不容易弄到的名额就这么吹了。没有官费留学我就半工半读，我就不信学不会。最早也没想到官费留学，那都是康先生热心帮助，现在就当没这回事。那可不行，半工半读你当这么容易啊？哦，人家的工作都等着你，到了巴黎肯定比你流落上海还惨，那才真的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呢。活都活不下去了还学画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跟着你去半工半读的。我是外国话不会说，力气活干不了，什么技能也没有，到了巴黎就等着饿死吧。照你这么说就不去了，事情就没有转换的余地了吗？除非傅增湘下台，你再找新任的教育总长去申请，去活动。依我看，只要傅增湘一天在台上，你就一天没戏。他下台不可能，把段祺瑞的政府不倒，那他这个教育总长就算坐稳了。知道这还和人家吵？非常的敬佩。你怎么知道？每次谈话只要一提到蔡校长，那他折服的是五体投地的。就算他佩服蔡校长，崇拜蔡校长，对蔡校长言听计从，可是蔡校长为什么要替你说话呀？哎，他欣赏我呗。我在画法研究会的工作他十分满意。就凭这个？就凭这个呀。你呀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越是满意，他越是不肯替你向傅增湘说话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蔡校长提倡美育，你们画法研究会是他的一块金字招牌。你越是干得好，他越是不肯放你。谁不愿意自己热衷的事业红红火火？谁愿意把自己手下的爱将推出去？放你去出国留学，不又等于挖他自己的墙角吗？他怎么会这么傻？你说是不是啊？
蔡校长，那可不是世俗之人。哼，你还不信我这世俗之人的逻辑？那你就去试试吧。哼，画法研究会办得很好，不少同学对我说，这一年来，无论是美术鉴赏力还是绘画技巧，都大有提高。蔡校长，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？没有，一切都可以跟我讲。这里一切都好。那为什么还要走呢？我想去法国留学。哦，太好了，您不反对啊？为什么要反对呢？这次教育部官费留学，仅朱家华、刘半农二位把我给刷下去了。我一时冲动，指责副总长言而无信，关系彻底弄僵。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以后说话注意。朱家华、刘半农也是北大推荐的，我马上再向副总长推荐你，劝他收回成命，不改初衷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北鸿啊，以你的绘画才能和苦学精神，我不担心你技艺不如外国人，但千万记住，对西方艺术不能囫囵吞。食肉者弃其骨，食果者弃其核嘛。对西方艺术，更不要过度模仿而消亡了自己的特性。要吸收消化，而不能被同化。我不希望几年之后，回来一个黄皮肤、黑眼睛的法国画家。我希望站在我面前的，永远是一个中国画家，一个有学问、有德行、技艺高超的中国画家。我记住了。卢浮宫，我来了。Thank you.
什么不让我慢慢的见到他，而使我骤然站在他面前，一直惊恐无地呢？艺术的生命就是深刻的思维和崇高的激情，大师的艺术辉煌的使我目眩，使我羞愧。我知道我现在什么也不是，可我会有事的那一天，我只有摩拳擦掌了。有长江水从小滋养，来到塞纳河边，我会长得更壮更强。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西方造型艺术精华的共同哺育下，我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路。吃那么快干什么？画展整天开放。我就赶快去啊！法国全国美术展展品特别多，你要仔细看的话，一天都看不完。嗯，家里还有面包吗？我带走一个。中午饭又凑合了。出去吃饭，一费时间，二费钱，啊，我还得再买一张门票呢。能省点是点儿。你平常上课，午饭也凑合。今天看展览也凑合，不正经吃饭，时间长了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来，给，家里就剩这个面包了。够了。哎，今天在家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还不是做家务事啊。博盖勒先生教你法语，你也应该能应付几句普通的日常用语了吧？我觉得你还是进学校，那儿法国人多，可以更好的学。哪有合适的学校啊？你可以找博洛尼校长再谈谈啊。去上小学呀？我这么大的人还和小学生同班，像什么样子？那也不是羊群里的骆驼。毕薇啊，法国人就喜欢不拘一格的劲儿。你要是直接进成人学校，你的法语水平听不懂啊。从基础学起，更扎实。再见。哦，喵喵，饿了吧？不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吃饭了。毕薇啊！哎呀，回来了！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哎呀，忘坏了吧？一闭馆我才出来，外边真是太冷了。就是，你看又遇上大雪，又没有吃饭，又没有皮大衣，真是饥寒交迫。来，喝点热水。捂捂手，洗个热水澡就好了。我去放水。展览会怎么样？真是太丰富了，琳琅满目。那也用不着第一个进去，最后一个出来啊。中午是不是又只吃了一个小面包，喝的生水吧？连杯牛奶都不舍得买，真是的。毕薇啊。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达仰先生的画。达仰是谁啊？勃拉蒙校长一直说达仰先生是当今法国最著名的画家。今天我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
我一定要拜他为师。你每天上午都在法国高等美术学院弗拉蒙画室上课，下午又去叙利亚研究所画模特，一有空还去各大博物馆参观临摹，这还不够啊？哪有时间拜达雅为师啊？业余时间再向他请教吧。人家一个大画家又不认识你，怎么会理你一个穷学生呢？哎，你今天怎么样？我很好啊，波洛尼校长同意我到小学五年级去插班，明天就去上课。太好了。哎，肥皂没了。哦，来，给你香皂。校长对我的举动表示赞赏，说由此还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呢。为什么呀？他说，过去一直认为中国人很保守、虚荣，可是我却很大胆、务实、富有进取精神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最后他送我的时候，跟我热烈拥抱。他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你不仅是我的学生，我们还是朋友了。”毕薇啊，啊，法国人就喜欢打破常规的这种精神。嗯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哦，对了，他还问我除了法语，其他课程还学不学呢？比方说是数学、音乐、绘画、体育什么的。你怎么回答？我说，根据我的知识水准和身体状况，这些对我都太幼稚了。可是他说缺课是不能够发毕业文凭的。后来我说，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学好法语，应付日常生活，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法语打好基础。我不计较什么学籍和文凭。把浴袍帮我拿来。哦，我觉得呀，你还是要学。学？就为那一纸文凭？也倒不是，你想。你这么大一人，拿一个小学的毕业文凭有什么意义？就是嘛，为什么要白大功夫学这些？快去快去快去！也倒不是白大功夫啊，你想啊，虽然是小学的数学呀、音乐呀、体育呀、绘画呀，但是也是法文教育啊，你可以多听、多记、多讲，跟法国人圈子里边学法语。你就不像在家里边死背语法呀、单词啊，比那个要灵活、要准确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好吧，不过我觉得跟着那些小学生一起跑步、跳远、唱歌什么的，真的挺可笑的。我就给倒水。那有什么可笑的呀？行，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。到时候啊，你们校长一定夸你布局一格。笑什么呢？我想起一件滑稽的事情，忘了告诉你。你还记得那个申都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他今天在街上碰到我，说是要发起一个爱国活动。怎么讲？他到巴黎以后，听到有些法国人说中国男人都是留辫子的，女人都是缠足小脚，他决心召集中国留学生开一个 party。男士一律免冠，展示分头或者平头；女士不能长裙拖地，要穿镂空皮鞋，突出天足或者解放脚，以此来回击那些有辱中国人的无耻烂言。真是太荒唐了！哎，对了，他这个 party 啊，我可以送他一个横幅，叫“平头论足”。我就跟他说我不参加，他就义愤填膺地说：“这是以足报国的关键时刻，你怎么可以置之事外呢？”把我说了一顿。不要理他，真要是报国的话，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勤奋努力，才能报效国家呀。再者说了，他的学业平平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偏背疼。刚刚胃不是还好好的？哎呀，肯定是刚才洗澡，热水一激就把寒气给逼回去了。怎么办？我去给你找医生。忍一下啊。哎呀，谁让你不买皮大衣？你跟我不一样，成天在外面，怎么顶得住嘛？
花谈旧人生。